园帮助日。我爱你们！又来了。掌声在哪里？好嘞，妈妈真棒，好又可爱，鳄鱼鳄鱼长得真真帅，鳄鱼鳄鱼唱歌很不赖。鳄鱼鳄鱼我是天下第一美男，鳄鱼鳄鱼我是天下第一美男。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帮助日，在今天谁也不能拒绝别人的正当要求，要不然的话，将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。我不要帮助，我要听众粉丝，我要粉丝，我要粉丝。利用帮助日的规定，今天我们可以上街去拉人来给老大当听众。那要是别人不愿意来怎么办呢？咦，笨蛋！今天是帮助日，如果拒绝别人的要求，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的。这个办法不错，还不快去，还等什么？是老大。咦，男的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怎么办？我看大家一定是怕别人要求帮助，所以都躲在家里不肯出来了。你们瞧啊，我们有一个幸运听众了。我们帮你找的粉丝怎么样？这傻小子还真不错。八戒，八戒，我们老大想请你听他唱歌。什么？听什么？我们老大想请你听他唱首歌。唱歌？是的，你今天可不能去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尽管唱吧。太夸张了一点吧。笨蛋，我在这儿呢。下面欢迎乐园最伟大的歌唱家为大家演唱。长得真真帅。是的，跑哪儿去了？说好了在这里等我们的，不是睡懒觉，就是找吃的去了。鳄鱼鳄鱼英俊又可爱，鳄鱼鳄鱼长得真真帅，鳄鱼鳄鱼唱歌很不赖，鳄鱼鳄鱼心想要美男。你说什么？你叫我不要唱了。今天是帮助日，谁要是拒绝了别人的要求，可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的。好，打电话去管理所投诉，说八戒拒绝当我的听众。不，我不是叫你别唱，这首歌不是这么唱的，你唱错了。闭嘴！我就是喜欢这么唱，什么时候轮到你管我了？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听。八戒，你在哪里？别喊了，别喊了，前面就是鳄鱼大亨的家，他应该不会来这里的。是八戒，我们走。八戒，你怎么
来三个听众啊！你们好啊，今天我们老大请你们。不要听他的。八戒，你搞什么鬼啊？你们快走！哼，八戒肯定是有了什么好处，怕我们分享，所以才叫我们走的。谁稀罕呢？哼！可是八戒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你看看我们都摔得灰头土脸的，我们走吧。你竟敢把我的听众给赶走了！哼，你毁了我的演唱会！我要发飙啦！老大息怒，既然你把听众都赶走了，就得单独听老大再为你表演一次。救命啊！气死我了！唯一的听众也跑了，你们快去拉人。老大，不如咱们直接到萤火虫广场去，我们挨家挨户的拉人出来听你唱歌。萤火虫广场，好主意。为了报答各位忠实粉丝的热爱，我要为大家高歌一曲。欢迎欢迎，别忘了今天是帮助日，谁要是拒绝别人的要求是要受到惩罚的。是啊，倒霉。听吧。笨蛋，把话筒给我。别想阻挠我唱歌。鳄鱼大亨，请你单独再为我演唱一次。你别做梦了，我才……老大，今天可不能拒绝别人的正当要求。你看那里的人。那我就单独唱给你听。鳄鱼，鳄鱼英俊又可爱，鳄鱼，鳄鱼长得真真帅，鳄鱼，鳄鱼唱歌很美，鳄鱼，鳄鱼我是天下第一美男，鳄鱼，鳄鱼我是天下第一美男。怎么样，这下你该满足了吧？啊！让八戒四人组伴奏。你说什么？要我们四个去给鳄鱼伴奏？不行！可今天是帮助日，不能拒绝别人的请求，不然的话是要被惩罚的。欢迎来到鳄鱼演唱会。来来来，请你听听鳄鱼老大的歌声。来。嗨，我爱你们。音乐。开场，请用心灵聆听。我是天下第一美男。白天八戒赶我们走，原来是想救我们。点起高了。我求求你，先停一停。怎么？你想拒绝听我唱歌？这是我的请求，谁都不能拒绝。你真的唱错了，我请求你让我教你怎么才能把歌唱好。可恶，老说我唱错，我是歌唱界的天才，你想教我，绝不。我们老大是说绝不拒绝你的要求。老大，今天可不能拒绝别人的正当要求。
我唱的。